徐老爷说了，不让你进去。就你也配拦我？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住手！裴艳荣，你想干什么？下去吧，这里我来处理。徐墨，你来了。去去去去去去去！我不就说他几句吗？再说了，徐福都不让我进去。这个就是把原主退婚的女人，仗着南伯府的势力，眼睛长在头上，她来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们何家香料铺的生意这么差，都有空跑我这来溜达了？徐福，我求求你了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不应该这样子。那个南皇爷他就是个烂人，他对我一点都不好。徐母，看在我们之前有爱情的份上，你就帮我告诉我香料的配方吧。叶茹，快起来啊！小弟，你没事吧？徐墨，裴荣，你还真是连装都不会装。退婚书不是已经在你和南怀宇的订婚宴上公之于众了？我们两个之间啊，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还想要香料配方？有病吧你？就是。别以为你攀上了公主和张大家能厉害，我告诉你，南伯爵府的势力是你想象不到的强大。你就等着从天上摔到地下吧。我们走。什么东西？南伯爵府，行，那就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。厉害啊，大雄，你这身手要是在现代啊，绝对是一代兵王。都是小木你教的好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少爷，少老爷，陈金发，我致富之路的一把好手。怎么了？事情可有眉目了？我打听到了，咱们赶快过去，迟则生变。